咱今仔透一到时啦吼，啊来看咱这旧案吼，农地的这条尾区啦，啊针对这吼，这个 H38吼，这条农路吼，啊应该年久失修啦，为民国59年到今嘛，已经啊50年啦，吼，迄阵的中尾啦，啊当然陆陆续续有整修啦吼，不过已经嘛年久失修啊，足久的吼，所以咱真侪乡亲啊，拢认为讲这条农路呢，无论是咱农民啦、修行的时阵啦吼，拢着产品要载出去啦，还是普通些这交通。交通需要吼，拢总啊需要这条农路啦吼，所以今仔日啊，阮特别啊吼编入吼220万的这个医生吼，来做这600米啦吼，啊这宽度吼6.5米吼，而且宽度啦吼，啊希望当改善整个的这个交通啦吼，啊我嘛要求吼整个交通品质啦吼，无论是啊咱的抛除啦吼，啊是这个结配啦吼，甚至连锁啦吼，跟 AC 啊吼，诶的这个沥青的一个铺设，拢总爱吼啊符合咱技术。上吼相关品质的这要求啦吼，啊报告呢上好爱当超过5年啦吼，卖讲啊铺设完以后吼，很快就坏掉了吼，而且呢，阮伫技术方面啦、工程方面，阮会特别吼监督啊来要求啦吼，啊希望吼赶紧甲施设完成吼，和咱的农民吼出入较方便。